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求尽佳人得殊者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们在人当中，现在正在讲一个，就是无我品嘛，就是讲这个无我方便品。无我方便品里面呢，就是昨天就是讲那个。就是以这个过往的我执，以过往的我慢来这个抉择这个人的我所作，就是无有我所作，是抉择无有我所作。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昨天不是有一个断数呢，五种这个因而不过慢，就是这个呢就是分了五个方面。昨天好像第三个问题一场已经讲完了，就是今天还是第四个问题呢。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分以由于事件之，这个胡子而生这个骄难吧，骄傲。那么这样的这种骄傲呢，就是国王也是持有的，就是他意思就是说是那个国王的话呢，他认为是我是事件的这个保护在，我是这个事件的真实的这个苦主吧，就是也可以说是世界上这么多个众生，也我的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么多的众生呢，全部是依靠我来保护的，因此我是很了不起的。就是他的这个心目当中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傲慢，那么这样的傲慢呢，就实际上是有不盈利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这个大家都是从这个字面上看的话呢，好像是针对一个过往来这个宣说的，实际上呢，就是针对我们每一个这个修行者的这种我执啊，就是我执。因此我们以后吧，就是以后呢，希望大家那个不管是经这个经典当中也好，论典当中也好，释迦牟尼佛和这些高僧大德们呢，就不一定是提你的名字，也许呢就是就是提这个国王啊、大臣啊，或者是这个迦叶尊者、阿难尊者、文殊菩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应该把自己呢，就是当作一个，就是佛陀呢，就是告诉我们的。因此，他当时的那个眷属的话呢，就是佛经当中是有这样的那个，他当时身边的眷属呢和这个未来的眷属，就是佛经呢，这个佛经什么很多这个高僧大德呢，就是依靠那个身边的这种眷属呢，调化呢，就是未来的眷属，就是这样的教养是非常非常多的。因此，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这个所谓的国王的话呢，好像是对这个只有。这个国王的国家呢，就是才有的，或者呢，就是只有这个国王的这个一种教养，就是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学习的很多教养都是可能对我们没有关系，就是这样呢，就以后这个修任何一个论点或者是附近的时候呢，就是大家理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一定要注意。因此我们昨天也就是讲那个就是讲。并不是是指的是仅仅是一个女人，就是指的是这个所有的这种男众的就是也有这样的。像释迦牟尼佛的很多经典当中，有时候只光是指的是国王，光是指的是一众婆罗门呢，就是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应该要知道，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文字呢，就是也没有真实的这个究竟吧，就是这个。他这里呢，就是疑问句子可以这么做，因为国家这个国王的话呢，实际上是世界的这个胡这个疏忽在，就世界上的这些人们呢，全部是依靠国王来这个维持吧，就是因为国王这个如果没有疏忽这个国家的话呢，就是这个人们也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呢，就国王的相续当中是应该有个这个教，就是也可以这么想。那么这种说法呢，就是肯定是不对的，就是为什么不对呢？王使忽使者。也为世俗乎，由以而生由以而生教，于何不离教？他这里是怎么讲的？就是国王呢，就是不是刚才说是世间的这个胡者吧，就是胡世间的这种尊者。那么胡世间尊者一样呢，就是实际上是国王呢，也是世间的这个宿主啊。就你不是刚才所说国王应该值得教啊？就因为他是世间的什么娑婆尊者。那么娑婆尊者的话，从反过来说的话，那国王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也不应该叫，就是因为他是那个娑婆的缘故，就是世界上的人呢，那还必须要娑婆这个国王啊，就是他是世界的这个娑婆。
有也二圣教，如果是因这个你包括这个实践的这个角度来分析教门的话，这几这样的这个教的话呢，那么鱼和不女教就是，那么以刚才的时候是那个国王也是实践的说服吧，以说服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为什么是不离开你的这个教呢？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进一步的做个分析。大家都知道，就是国王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世界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人们啊，这个从不管是政治上也好，经济上也好，从他的这个精神上也好，那么这个都必须要依靠这个国王。如果这个没有国王的这个束缚的话呢，那作为一个国家来说的话，这个人们呢就是无法在这个国家里面就是继续生存啊，就是生存。因此呢，就是国王他自己的新的象棋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啊，这里我们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亚纳大国的这么多的这个成千上万个人们啊，就全部是依靠我了，全部呢就以我的为名，以我的这个地位，以我的见识和以我的智慧来保护着他们。就是很多国王不是肯定有这样的，现在的一些国家的主席啊，就是有些那个什么就是总统啊，就是他们都认为是啊，这个这么多的国家的话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依靠我的，以我的为名，以我的智慧，以我的福报呢，就开始这个保护这个国家，就是他是这样的认为。那你这样的这种认为的话呢，就实际上是不对的，你这样的这种认为是一种傲慢。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方面说是对，你是那个包括这些人们，就是还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你是护者，就是可以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从这个反过来说吧，那么从反过来说的话呢，就是国王也是依靠这个人们啊这个生存的。如果这个人们呢没有这个束缚国王的话呢，就是国王也是的，就是他是这个就是也可以说是就是无有任何这个营养的这个人吧，就是无有这个任何力量的人。那这样的话是人们呢就是还是需要保护他吧，就是比如说从这个军事上也好，行政上也好，还是那个我们的这个人们呢就是必须要这个保护这个国王。如果没有保护国王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很危险的，就是他的生命也是危险的，他的地位也是很危险的。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人们呢还是必须要这个保护国王。那么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不是那个你不是刚才说是我要保护人们，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人们还是要保护你，就是人们呢就是还是要保护你，就是以这个原因呢，如果国王就是刚才那个他认为是我是那个是人们的那个护主啊，我要保护人们的这个角度，如果升起一种那个傲慢性的话呢，那你这个从反过来说，就反过来说说你因为是这个人们呢就是需要保护你，以这个角度来说，你为什么是说这个离开这个自己的傲慢心呢？就是你应该知道这个傲慢心嘛。你应该刚才说是我是龙虎的原因，就是我有这个国王的权利，我很了不起啊，就这么想。那么从反过来说的话，是人们天天都是要保护你，没有保护你的话，是你一个人呢也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没有任何能力了。因此呢，从这个方面来说，你应该承担一种这个锁骨，就是这个方面的话呢，你为什么是不离开自己的这种这个傲慢心呢？就是也是应该就是互相这个相互依存的啊，就是相互依存的。如果你这个不承认的话，那就是那就没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这个不承认的话，那就是没有一个能对着你的这种傲慢的方法啊。所以约称人士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是那个愚人逆对着凡之为我慢。他说是愚人的这些人呢，就是他就离开对着以后呢，还认为就是反而就是执着为是我慢，就是愚人逆对着凡之为我慢。如是之傲慢无法能摧毁，就是像这样的这种傲慢的话，那就是没办法这个摧毁的，因为他就是你看他对着的这种傲慢呢，就是很难以这个摧毁的，就是后面讲起呢，如是之傲慢无法能摧毁，能对着一个所能摧毁吧，就是像这样的这种刚才的过往的这种傲慢的话呢，很难以对峙啊，就很难以对峙。他这里有个比喻呢，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夫妻这个娘子呢，就是彼此这个相互保护啊，就是相互保护，就这是一个比喻。就是他这个比喻呢，以前就是有一对那个夫妻吧，就是他们呢他们呢就是生活的时候，那个丈夫呢就是经常是在外面那个出差，外面那个就是办事情，然后呢就是他那个妻子呢就是经常在家里呢就是给他做事情，但是呢就是丈夫那个回来的时候呢，他说是我是非常非常苦啊，就是你在家里面就是就非常暗了，就是我在外面呢就是天天都是辛辛苦苦的，就是他好像那个就认为呢就是在自己给外面做的事情特别多。后来呢，就是他的那个妻子呢，要求你，如果这样对的话，那你要不要在家里就是待一天，就是看我也是很苦的，我在家里面就是做的事情也是非常多。我
就是一般那个在家人的话呢，就都有这种这个生活的一些经历吧，就是然后那个丈夫呢，就是家里面就是待着，就是他天天的洗碗啊，然后是扫地啊，就这样的。他确实是啊，这个妻子的这个工作是还是很这个怎么说啊，工作量很大的，就是后来呢，就是他说是就是我在这个外面做事情，你在还是那个家里做事情吧，我们这个我做我的事情，你做你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相互依存，就是他还是比较理解了，就是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这种这个生活吧，就是从他们的这种生活呢，也可以观察，就是互相这个依存的，就是互相这个关待的。那么刚才国王和民众呢，就是也是一样的，如果是依在也没有的话呢，就是你依在也是没有的，就是因此说呢，就是国王呢，就是不应该就是认为是我是这个很了不起啊，就像是刚才那个张国就是看上面说我是很累啊，就其实那个他其实也是很累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国王呢，就是他觉得我是很累啊，就是我是这个很傲慢啊，很了不起啊，就这么想的话呢，其实那个人们呢，就是也应该怎么想，就是啊，我们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人们呢，就是也是很了不起啊，我们这个苏国某某某某总统啊，某某某某这个国家主席啊，再这样想的话，也知道傲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的话呢，就是他也是没有这个所作吧，就是。我有时候这个穿法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吧，就是我说是你们呢应该知道这个感谢我，就是我没有的话呢，就是给你们就是没有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状态，然后同时呢我也很感谢你们，如果你们没有祈求的话呢，就是我也没办法这个穿法，就是有了这个你们的缘起的话呢，就是然后我有这个穿法的机会，因为这个有了我的这种这个传承的话呢，你们有得法的机会，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不想认为你们呢，就是也不应该认为啥我在看过面前听话，就是我很了不起啊，就是也不应该这么想，然后我呢就是我跟你们讲话，就是我很了不起啊，就是也不应该这么想，这些都是我嘛，就是也可以，我们从这方面也可以理解吧。还有那个这个森林和那个狮子吧，就是森林和狮子呢也是这个互相依存的，比如说是没有这个森林的话呢，就是那这个森林呢一般那个狮子也是保护那个森林的，森林呢也是保护狮子的，就是他们呢互相也有这个作用吧，就是也有这个意思。因此我们自己这个相续当中也是对这个一般这个世间的任何一件事情自己做出的时候呢，也不能这个切傲慢，就是实际上是它也是一种这个缘起的这个一种各种因缘聚合而这个出现的，这是这样的意思。下面呢就是讲第五个问题吧，就第五个问题呢就说是那个因为这个保护众生的福德，就是二生傲慢，就是他有些那个国王的话呢，就是他认为是我要保护众生，我的福报很大，就是我真是很了不起啊，就是我这个前世造了什么样的这个善业啊，我今生是保护这么多个众生，所以我的这个福报很了不起，我的这个善根很了不起啊，就有些是有这样的傲慢，这种傲慢呢也不应该有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下面说是这个种种细子也活成活正难得，如获不散如难得散取。他整理的意思呢是这样的，那个中心当中呢，就是喜欢那个自己的这种这个业务吧，就是自己的这种业务的，像这样呢就是存活的话，这种人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不是刚才国王他自己认为说我的国王中心就是很了不起，很有福报的吧，但是你这样这个国王中心就是当中呢，就是喜欢自己这个的这个中心来这个维持生活，然后呢就是这种这个国王呢，就是从两方面解释了，这样是很难得的。如果你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国王中心很了不起，然后在这个人生当中呢，就是造了很多的恶业吧，就是他说如祸不善，就是你如果在这个在这个人生当中是依靠这个国王的中心啊，或者是依靠你的地位呢，就是造了很多不善业的话，那如难得则就将来呢，就是你这个人是很难以得到三取，就是很难以得到解脱。因此就是总而言之呢，他意思说是你认为是你的这个国王的位置呢，他是觉得很了不起，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国王呢就是好像以后的可能永远都是堕落，就是得不到三取，就是这是不是你的了不起啊，就是这样的意思。王朔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讲的，他真的好像跟那个约称人士和就是约称人士跟加特杰的讲义呢，就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加特杰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加特杰的讲话和约称人士的讲话基本上是相同的。首先呢，我就按他们的这个
江华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那个就是在这个过往很多就不是刚才说之前的，我是过往中心了，我是领导啊，就是我是很了解，我确实有很不薄啊，就很多人是有这样的傲慢，那这种傲慢是肯定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他真的说是作为一个中型的话呢，这个现在尤其是现在无助这个新鲜的社会，在魔法时代当中，在魔法时代当中是你的这种中型呢就是靠不住的，就是也很难以这个让这个永远的是这样呢，就是很难说的，就是很难说的。然后呢你中心当中呢就是喜欢自己的这种事业，就是很多比如说中心呢就是有弗洛门中心、国王中心，就是还有那个查理尼中心，就是有很多的中心吧，在中心当中呢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这个国王的中心，然后呢喜欢自己的这个中心呢，在这样的话呢，像你这个自己对自己的中心特别执着，而且呢就是以这个国王的中心呢就是做各种，比如说是不是我们昨天前面讲了，还是那个什么，就是卢芬那个故宫图吧，就是卢芬故宫图的这种方式的话呢，好像那个就是采取很多的办法，采取很多的办法呢，让人们的这个很多这个工资啊，很多这个钱财呢，就是自己享用，就是卢芬之一的这种这个财产的话是自己享用。那么这样的话呢，那这样的这种这个生活方式是非常不如法的啊，就不如法的。因此说呢，就是他这里说是种种之三也，这个这样的这个存活，这如果这样这个你的这种行为不如法的话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你的这个王位或者是你的这种重心呢，就是很难以靠得住，就是本来是你是国王重心很了不起的，但是呢你对自己的这个重心呢就是特别特别的执着，对为人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一点都是没有这个执着的话呢，那你这个不可能是永远都是国王的，就是甚至很多那个国王的一些历史啊，或者是一些国家的这个历史来看的话呢，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是很了不起的话，实际上是他呢就是还是这个靠不住的，就是他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不是很长的，就是他是不稳固的。因此说呢，就是他这样的这种存活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很难得的，就是不是很长，就是。再说呢，就如果是你依靠这样这个非法的这个方式呢，就是经常呢就是就是驱逐这个人们的这个钱财啊，然后是以这个非法来去，经常是以非法来就是治国啊，就是以非法来治国。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在基层当中也是获得了很多这个不如法的不好的这种善业。如果这样的话，那将来的话你肯定是这个堕入恶趣的，就是不可能有这个这个转生到人间的这种机会，就是不可能有的啊。这只是那个叶辰，我自己这个认为的话是叶辰和那个加斯基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看过阿创，就是他们的这个解释方法呢就是这样的。但是那个我爸夫妇呢就是他有不同的一个解释方法，我看他的那个解释方法这个我爸夫妇有个讲义是略是非常厉害，就是他中间就只讲几个字，就是但是他的那个方式呢，就是他的那个方式呢有个独特的，怎么说，有一个不同的一种特点，就是他说好像那个解释方法的话是又是很这个好动一样，就是又这样的。那么他的解释方法怎么说的呢？种种西三也西子也存活自难得，就是他是这样回答的，就是他说是这个中心当中呢，就像那个国王中心当中呢，在魔法时代的时候喜欢那个自己造三也的人呢，造三也而这个存活的这种人呢就是非常难得，就是他真的是业呢就是没有这个解释的，也是国王他自己的事业，就是他所说这个造这个三也，就是在这个国王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在国王的中心当中真正造三也的这样的人，就是而存活的人呢就是非常难得。这种解释的话是我觉得很好理解，你看现在我们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国王的话呢，就真正是依靠这个三也来维持生活，或者是依靠三也来这个治自己的国家的，就是像这样的人呢就是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么如果你这个国王呢就是就是不造三业而这个造恶业，就是造恶业的话呢，那就你不是什么有福报的，就是不是有福报的，你就将来呢就是肯定是堕恶趣的，不会有得三趣的机会，就是。所以那个我把活佛的那个解释方法的话呢，好像我们让人这个理解的时候呢就是很好动一样，就是现在魔法时代就是很多国家呢，就是虽然是你是国王中心的，但是呢你就是依靠这个三业来就是治理国家的，这样的这种人呢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就是如果你不造三业反而呢就是造恶业的话呢，那你将来就是肯定一切的一切都完蛋了，就是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作为一个君主的君主反正你可以用吧，就是君主像这君贵家人能降的太多了，所以斯德林也是降了一个君主在这样的话呢是这样的。
所以说，因为刚才你如果拉括后的这种这个说法的话，那就是是可能是也很不错吧。很多人在那说啊，某某人已经这个得总统的座位，就是得领导，就是他的福报很大。实际上是一点这个福报的不大，就是我们原来有一个老先生，就是他说是啊，这个不要当领导，不要当领导，不然的话是领导要造恶业，就是我的儿子谁都不愿意当领导，就是他是他特别喜欢做，就是因为他比较啰嗦吧，就是他经常呢，怎么说，就在文革期间的话呢，就是。当时可能是也是有些领导的话呢，就经常是诽谤山包啊，就经常是打人骂人，好像做的很多事情。然后他有这个几个孩子，就几个孩子的话呢，一般年轻的时候他们几个都有智慧，但是他呢就是经常说啥、啊、不要当领导，不要当领导，不然要当领导的话是造恶业，我的儿子谁都是不愿意当领导。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他有些时候呢，就是是国家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总统啊、主席啊，就这样的话，这一个人真正是他就得了这个国位，就是得了他的这个领导是这种地位的时候呢，就然后就是他开始这个造恶业吧，就是那造了这个很多很多的恶业，你看就是总统萨达姆，就是他就造了多少这个恶业的，就是他以后不知道是有没有这个去采取的机会，就是还是很难说的。因此说呢，就是国王这个依靠这个种种方法来采取这个非法的这种这个行为吧，就这样的话是就是造很多的恶业。因此月圣菩萨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他说在偈子当中说舍辱诸国王索取如粉性啊，就是他说那个有些就舍辱诸国王索取如粉性。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这个国王们呢，就是索取呢，就是人们的这个昨天不是讲的这个六分之一的那个工钱吧，就是也可以说是那个工资的信件。那么这样信件的话呢，财政肺腑的以此不得了，就是那么就在这样的话呢，就是获得了这个肺腑的，就是在政上呢这个复活的，就是在政肺腑的话，就是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已经政上了复活的。并且呢，就是以此不得了，就是依靠这个国宝的话呢，就是永远是得不到三体的安乐啊！就是月圣菩萨也是这么讲的。那么他这里这个比喻呢，就是比如说是有些这个得麻风病的人呢，就是他按理来说的话，就应该这个吃药啊，就吃药呢，就是对着他的这个病。但是呢，他不但不吃药，反而呢，就是吃这个喝牛奶啊，然后是吃那个鱼乳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病来说，他是这个更加这个严重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刚才那个国王的话呢，就我们认为是他的这个福报很大，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得到这种地位以后的话，就造恶业呢，就是不但是他不造这个善业，反而呢，就是造很多很多的恶业。就像是刚才那个得麻风病的人，就是不但不吃药，反而呢，就是他就对自己的病有害的一些食物要食用。这样的话，就像是他对自己有利的这些善业呢，就是不但不造，反而呢，就是造很多这个恶业。这样呢，就没有这个很大的意义。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也不是经常说吧，这个就是真正就是得一些地位，就是得一些地位的话呢，如果这个人就是不动这个佛法，不动佛法的话呢，那这个地位呢，对他来说是这个一生当中是受到的这个损害特别特别大，就是比如说是他是一个什么先生啊、书记啊，这样的话，如果他信仰佛教啊，这样的话是他在一生当中可能能做出一些贡献。如果他不信仰佛教的话呢，那就是做一件事情也只是做了很大很大的这种事情。现在我这个什么前一段时间不是我们就是讲那个什么那个现在这个一些屠宰场啊，就是屠宰场的厂长啊，或者是我们也讲了这个现在这个畜牧局啊，就是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他那个领导呢，就是一开口的话呢，就是马上这个下面的人呢，就是要杀害那个成千上万的众生，就是所以说这些地位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人来说是不应该值得有傲慢，就是啊我是很了不起，我有福报，这样的话，人们的心理当中是自然而然有这样，我是很了不起。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福德的，就是这个意思。下面可能是讲那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不应对王位就是起傲慢心。他这个下面呢，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吧，就因为国王呢，就是他有很高的地位，就因此他的这个权力呢，就是也是很大的。因此作为一个国王的话呢，就是也应该值得一个傲慢吧，就是也这么想的吧，就是比如说现在我已经得到一个国王的话，说我肯定有一个很大的傲慢啊，我这个国家呢，你看全部是这个人们呢，就是献上了我这个国王，就是那我是很了不起啊，就自己有个这样的这种傲慢性，就是有个产生一种傲慢性。但是这也是非礼的，为什么非礼呢？
下面所示哪个你这个过往呢，就是跟哪个仆人和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你还起什么傲慢心，就是你跟哪个老主和老狗都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你还认为是我是总统啊，我是那个什么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啊，就是没有什么的，就是我们的门口上的这个老小狗和这个没有什么差别了，就是这是真骗人说的，我不是骂这些领导啊，就是我的还是对这些这个领导是非常非常恭敬，但是的话呢，就是这些这个僧者们呢，就是在几千年以前就是说的话是这是我不得不重复的，就是所以你们就不要对我有意见了啊。你们讲什么呢？说是若有他施所，施所必与必为你，如如随他转跟我有一者。他说如果呢，就是这些国王啊，就是如果这些国王的话呢，就是是依靠这个别人的这个说说，要听从这个别人的这种说辞，在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的声明说是这种人是很愚蠢的，就是很愚笨的，因为他自己念的没有自由呢，就像是一些仆人一样的，就是非常愚蠢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国王你也是指你的这个所作所为都是是随着别人犯的，那哪里有就是就跟我去与对，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哪里有就是像你这样的这个没有这个自由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你这个国王的话呢，在世间来说的话是确实一点一点自由都没有了，就是试一试吧，就是我们下面分析的这个，还是我们从没有这个细致的观察的表面上看来的是有这个身有地位的人，这些人呢，就是好像是确实是他们的这个地位很高，他们的这个权力很大，但实际上真正去观察有这个佛法和这个施法呢，就是衡量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他也没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权力啊，就是没有很多的权力，这个意思。前面呢，就是不是我们刚才讲是这个国王呢，就是一切这个权力都是在他的手上，应该就是知道傲慢。那么这一点就是完全的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若有他所作，因为那个国王他自己的这种所作作为的话呢，就是必须要依靠这个其他人的这个说法啊，就是其他人的说法啊，试一试吧。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人和一个领导，就人和一个国家的人的话呢，就是他自己呢，就是并不是这个随意的这个主张，就是去决定。要是这样决定的话呢，就是下面都是好像那个有很多人的这种这个议论，就是有成千上万个人都是这个看着他的。就你们认为是好像那个堪布呢，就是不让，就比如说是我们这个说法，就是我们这个算是一个小国家，我是一个小国王，就是这样做的话呢，你们认为是这个堪布给我这个亲家的话是可以的，就是他不给我亲家，这个官家不给亲家，其实你们有些人要这个出去的话呢，只要官家同意，然后堪布同意的话是通过两个人就可以，但是现在我要出去的话呢，就是肯定要真正要就是通过你们的这个推举的话呢，就是可能这里有六七百个人的就是这个同意一个呢，我才有权利就是离开，就是所以说的话真正去观察呢，好像有时候你们认为的是像那个就是他的随随便便出去，但我随随便便出去的话是可以随着不一定当面跟我说，但是呢有时候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很多人不满意啊，或者是不同意啊，就他不同意有几种方法，有些是语言不同意，有些是心理不同意，有些身体不同意，就是他就是注意而已啊，就只是身体不同意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还是是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不管是什么，就是稍微有点身份的人的话，是他自己呢也不应该作为是我是什么什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他确实是没有的，就是没有这种权利的，因此他的这个所作所为呢，都是依靠这个他。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一点自由都是没有的，就是他的这个身份呢，就是就也可以说是他的地位越来越高，就是在这种人的话呢，就是他一点这个一点的自由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呢，有一些那个国家的国王的话呢，就是真正他自己一个人到盖上去的话，是他这个自由肯定是没有的，就是你看那个现在就比如说是中印尼方呢，就是他就到自己到这个是北京的哪一个花园里面去逛一逛，就是他自己不愿意带任何人，就是让他自己去的话，都谁都不会放，就是。门口上是有很多就是拉着枪的人，不行不行不行，你肯定不能去，不然的话是要出事情，就是所以说呢，就是真的这个一点权利都是没有，那一点权利都是没有的话是呢，这种人是我们这个附近当中也做，是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幸福当中呢，就是自由是最大的一种这个幸福，然后呢他一点都没有自由的话呢，就是更像这个牦牛那样这个愚笨的众生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呢，就是一般这个过往来说的话，那就是他是在世间来说是最这个愚蠢的了，就是已经这个因为他一点这个自由都是没有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过往的这种所作所为的话呢，就是都依靠这个别人来这个劝阻啊，就是都依靠别人来劝阻。他这个说法呢，就是也是有很多这个成千上万的人，就是看看他这个推特当中这个说什么，就是一直是盯着的。然后他的这个信念呢，就是就是拿到这个横向的一个信念呢，就是也是这个人们呢，就是就眼目一致这个放到他，就是作为是最主要的一个教典，就是不是我们前面因为教典当中也讲了，就是国王呢，就是是这个他不同这个身份的人，所以人们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呢，那么在整个世界上来讲是就是国王呢就是最一致的，也就是说他呢就是随着这个别人的权利和随着别人的这种心呢而转的，因此他自己呢就是一点这个权利都是没有的，就是一点权利都是没有的。因此那个约称人士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他说那个一切做不做皆由他是做啊，就是因为国王的这个做或不做呢，就全部是这个由别人的这个分配，就是一切做不做皆由他是做，就是是做呢，就是是别人的这种示范吧，就是是做。国王随他转，来为愚痴者，就是所以呢，就是国王是随着他人转的，就是是非常这个愚痴者，就是啊，就是因此我们这个。啊，很多那个现在人们都是就是称的是这些这个国家也好，或者是某某这个领导啊，就这些是人的事，他是很有智慧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还是这个佛教呢，就是把他这个认定为是愚痴者啊，就是愚痴者。就因为呢，就是他一方面自由也没有，一方面呢，就是他的傲慢性也是特别强的，就是他就时时刻刻，因为有些可能是懂一点佛法道理的人呢，就是他这个傲慢起来的时候，他自己都知道是我这个傲慢是不对的，就是可能能压制的。但是一般不懂佛法道理的人的话，哪一个凡夫人没有这种这个傲慢呢？他都认为是啊，我现在已经选上了第一素人了，或者是我现在是第八素人，这个很了不起啊！就是他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愚痴的傲慢。那这不是愚痴，是谁是愚痴呢？就因此说呢，就圆证菩萨也是说是他是这个非常愚痴者了，就愚痴者。下面就是讲，就遥有我保护，其实虽恐惧，他说是你这个国王呢，就是很愚痴的。你像是我要保护这些人们呢，就是一边是怎么做的？一边呢，就是你就驱逐这个人们的这种钱财啊，就是你因为当国王的时候是人们呢天天的在供养你，就是所以你一边呢就是享受人们的这种财产。那这个过程当中还你造很多的恶业，就是比如说你在那个下面就是执行的时候呢，就是杀人当当，就是有很多就是造恶业。在这样的话，是你像这样的国王就是很粗暴的，就是哪里有像你这样的这个没有特别的人呢？就意思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这个光说，光说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这个不是刚才前面都是说是那个国王呢，就是要保护我们，但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是为什么不对呢？就是因为那个国王呢，就是他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利益，就是他自己呢，就是并不是想真正要想保护你们，就是而自己就是得上了这个王位，就是不是这个意义。因为世界上的很多凡夫人呢，就是为自私自利，就是首先呢，他自己想说我自己得到一个国王的位置的话呢，就是那我就很了不起，就是首先他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得到这个王位以后的话呢，就是他得到王位以后呢，也不一定为这个世间的利益，但是他天天的说是我是世间的这个人们的这个尊重，我要这个保护你们，就是他口口声声都是说我对你们就是这么这么，实际上呢，他还是那个榨取了很多众生的这种这个钱财啊，因为那个按照那个约称的那种知识，就是大师里面的说的话呢，就是他还是那个受这个人们的这种贿赂，也是这个受人们的这种欠债啊。比如说是现在的这个国王领导啊，就这些的话呢，实际上是他呢，就是还是这个相中很多人们的这种这个欠债吧，就是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就这样的话呢，一边呢就是你就表面上的意思说是我要保护你们的人们呐、啊，就是等等，但实际上呢，他自己就是已经就是得到很多人们的这种这个信财吧，就是现在实际上的人们呢，一直也有这种这个说法，一般那个当领导呢，就是不就三天的话，是他的家里呢，就是有这个不同的移动，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他那个家具啊，就是很多都是就马上就变了，就是所以说他的那种这个表面上的态度的话呢，就是好像为人们利益，实际上呢，就是并不是为人们的利益，就是这样的。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他还要对这个世界的人们呢，就是可能有造各种各样的这个恶业吧，比如说他下命令呢，就是下面的这些人呢，就是马上要这个杀害啊，马上要这个打击啊，或者是他就依靠这个种种方法来就是杀害这个众生。那么损害这些众生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他是没有一点大悲心的这种君主啊，就是没有一点大悲心的非常粗暴的君主。那这样的话呢，你不是刚才说是那个这个国王呢，就是很特别的，他要这个报复我们的，其实他就是并没有报复你们，尤其是你的这个
精神上呢，就是比如说是有些这个过往的话呢，就是在维持这个国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损害人们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财富啊，就损害一些人们的这个精神上。本来这个人们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三宝的这个什么说，如来藏吧，就是都有可以信仰佛教的这个一些那个就是这个三根。那么你这个得到这个国王的位置之后的话呢，就是你有采取各种方法呢，就是让这个人们呢，就是不能这个信仰这样。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人们呢，就是这个对需要这个相互的一个精神上的这个财富呢，都已经这个坏坏了。那么真正这个国王的话呢，就是没有一点这个特别性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认为啥？这个我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国王是非常特别啊，就是我都很想是看看他，就是他的照片来给我做做架子啊，就是这个国王真是这个很好啊，就是我们这个听说是我们有些人都是还那个，有些那个以前的这个老这个已经这个死完了的这些主席的这个照片都是还带在身上做的，就是真不是很好吧？就是看看你们对这个佛教部的话，是你的这个经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都是没有的，就是想告这些的话是好不好？这个不是很有意义的吧？就有些真是这个自己我听别人说可能试一试，但是我看表面上都是谈不出来，就这样有没有很大的意义？就是你们自己观察吧，就是我也并不是要去讲你们非要待在山上，但是呢，还是在这样的话是有没有很大的必要？实际上呢，就是慈悲还是不慈悲，就是自己也是会这个知道的。因此，叶圣人是也是他是怎么说的？就是他说是那个弹指屈公者，足心害他人，就是用这个贪心呢，就是去这个人们的这种工钱吧。然后用粗暴的心念呢，就是害他人，就是弹指屈公者，足心害他人。此时更无有无此粗暴者，就是那么这个事件当中是更没有这个没有慈悲心的粗暴者，就是此时更无有无此粗暴者，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是更没有这个无有慈悲的这种粗暴者，就是因此说呢，我们这个也看看，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国王哪一个君主呢，就是对这个人们的这个精神财富方面是受到那个非常严重这个损害的这些国王的话呢，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是更没有是那个粗暴者无论是你在这个经济上是稍微有一点得到利益的话呢，一方面来说是对世间凡夫人来说是对这个可能比较值得赞叹，但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是，那么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就是自己的这种道德呢，就是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尤其是呢，就是损害人们，就是要杀害众生，杀害众生的话，这是这个最大的一种这个罪恶劣的一种粗暴症，就是罪恶劣的粗暴症。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么这是他是怎么样呢？就是他就这样一个比喻，这样比喻呢，就是以前那个有些屠夫吧，就是有些屠夫呢，就是他就准备把那个有些可能是什么骨头不知道，就是他那个吹骨头的时候呢，就是他吹可能其他这个东西的一些骨头，这时候呢，一些笑的那个骨髓，就是笑的一些骨头的那些渣渣呢，就是他入到他自己的眼睛里面，然后呢，就是他就特别痛苦的，他就到那个就是找那个医生。找医生的时候，这个医生呢就是很狡猾的，就像可能现在的这个世界上的有些医生一样的，本来呢就是这个病不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为了这个骗钱吧，就是你这个病很严重，就是你现在住院嘛，就是住院你给我交5000块钱，就是可能在住过3个月以后都是可能治疗，就是然后呢就是他们都是好像把你的钱全部用完了，其实他们都观察到你的病不是很严重，但是那个医生也可能这样的，就是他呢就是把那个眼睛里面的那个骨髓呢就是没有拉出来，但是呢他暂时呢就是压制他的病的，就是用一些可能止痛药吧，就是止痛药呢就是给他就是敷上了，然后敷上了以后的话呢，那个病人呢就是一直在他的身边，他呢就是要去了很多就是骗取了很多他的这个钱财，就是说是你的这个眼睛是很严重的，必须要依靠我要就过多少这个时间呢，就是这样的。后来呢，有一次那个医生不在的时候，是他的儿子呢，就是把他的眼里面的那个就是这个什么，就是那个骨渣呢，就是什么做骨渣不是吧？就是怎么说，就是骨髓、骨刺，这本是吧？这个已经去除来了，就是去除来了。但实际上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他呢，就是目的是好像表面上是对这个什么，对这个病人是很特别的，就是他经常是不要。但实际上呢，就是他自己为了这个取钱吧，就是为了取钱就是这样的。然后有些国家的话呢，表面上呢好像对人们很这个特别，但实际上呢，就是他为了自己的地位和为了自己的面，对人们一点这个特别性的没有，就是一点都不考虑。我在尼泊尔的有一个那个北爱国当中呢，就是说是现在很多这个当官的人呢，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有些
年轻的人也是为难自己，但就是看到这个事件呢，是都是一个疯狂的事件，基本上是跟这个意思是相同吧，就是现在很多当官的人也是为难自己的你，不管是他工作上怎么做，也是为难自己的你。那这样的话是查实最粗暴的行为，你还认为是我是这个人们的糊涂啊，我还这个保护了人们，什么保护了人们，就是你把人们的这个心里的这个什么就是血啊肉啊就是骨髓啊就全都已经这个相拥了，就是你还认为是保护我们了，就是不没有保护，就是一次次那个身边人士呢，就是今天有点不高兴，就是开始骂这些坏人啊，就是说是你们这些恨法在哪里有这个保护我们的，就是你就天天都是吃我们的欠菜，就是他是这样讲的。第二个问题，在课堂上呢，做那个国王国王那个吃法罪人不饮食法啊，就是一般那个国王的话，他那个就是惩罚那些这个有罪的人的话呢，就不是那个一个佛就是佛法的这种性质，就是这不是这个这是正法啊，意思就是说是国王呢就是最好就是不要惩罚这些罪人，就这个意思。那他的这个英文呢，就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实际上在人们呢，就是这个罪造恶业，也可以说是这个实际上的这种恶人呢，就是非常多的。如果国王呢，就是没有这个依法治国，没有这个惩罚呢，其实实际上的恶人的话呢，那就整个这个世界呢，就是会这个坏下来，就是很多这个恶人呢，就是坏坏我们的世界。因此呢，就是为了保护这个世界，国王的话应该就是惩罚这些恶人啊，就是这是那个就是疑问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最根本的课堂呢，就最根本的意思呢，要降那个无我吧，就是降无我。但是在降无我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僧伽呢是全部是以国王的这种比喻来这个抉择，然后以国王的比喻来抉择的时候，是现在是这个国王的这种地位啊，是国王的他的这个权势，以权势的这种傲慢心。所以呢，一般一个国王的话呢，他认为是他的这个所作所为都是是如法的，所作所为都是是非常合理的，有这样的这种傲慢。那么这样的傲慢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佛法和非法方面来这个抉择，然后是通过那个国王的地位和权势方面来抉择。因此说呢，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应该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回去原来的那个课堂上的话呢，就是为什么是在这里面就是讲那个国王的这个非法，国王的这个佛法，就是这方面为什么讲呢？因为这个国王他自己认为呢，他自己所做的都是好像是很好的，然后我所做的就是我所做的都是合法的，就是他有这样的这种傲慢。其实我们真正的这个僧者的论点来观察的话呢，国王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是非法的，因此你这样的傲慢呢，实在是不合理的，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抉择，就这个根本的问题大家应该抓上。不然的话呢，好像我们跟那个课堂，我的感觉上面是有这样的，跟前面的这个课堂好像这里有点点差别，就是这里呢一直没有降到这个我，就是好像一直降那个国王这个教练一样的，就是有时候我有这样的一种分别点。但实际上呢，就好好的这个观察的话呢，就是国王有这样这个好像做这个佛法也好，做任何事件的话，他认为是我的这种行为都是很如法的，我是很了不起的，就是我说的特别这个严重，就是他的这种傲慢性特别强烈。然后呢，就是僧伽呢是以种种方式呢，这个抉择他的这种邪念，就是也可以说是迫使他的这个恶念，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呢，为什么就是像那个过往的一些这个罪行啊，就这原因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说那个国王如果为了保护世界，就是惩罚这些恶人的话，是这一点是不合理的，那就不合理的一个最终词。别舍作本名，在野夫犯夫以身，劫匪缩皮虎。想到你们很多人都是，我每天讲的那个内容呢，就是提前的已经背完了，就是这样的话，我在肚子的时候好像不好意思让我真面躺着肚子来，你们都是。那个就是好像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你们可能大家还是有这种习惯，这个这样的这种传统还是很好吧。就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我明天讲的就是今天都是背完了，就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我讲的时候呢，就大家都这个从理解方面来说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好处。我看运动当中也是有一部分是天天把那个我在道上那个就是见他们的时候也是叫他们这个背，也是自己随便就是能背得出来了。兰州当中也是有一部分认真，这样的话就可能那个你的这个理解吧，就是因为你先对他这些动词方面下一点功夫，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给你讲一遍的话，就可能这个印象就更深了，就是这样很好的。
所以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在字面上那个睁开眼睛也是指这个杜甫来，就是你这个没有看书，就是闭着眼睛也是指随便，就是让这个背得下来，就是所以说啊，真是我坐在这个法座上是很不合理的，就是应该是你们坐在法座上一边背诵一边给我们讲，还是很好的。看我明天的时候我下来坐一下，你们能背诵的这些人就当面就是穿吧。下面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这个若作最终审得是就是所给，就是他刚才说是那个就国王的拆发二人是不改的吧，就是应该的，就是别人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森田伦斯的观点来说的话，就是这些这个罪人的话，那就是最好的是不要惩罚，就是应该对他们升起悖逆心，就是如果你对这些都是一点不升起悖逆心的话，那这个大部众生都不应该生悖逆了，就是所以在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人就是可以这个生悖逆心的对境啊，就是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最终生非是悖逆心，就是对国王来说的话是，如果这个造罪业的这些众生，就像是世界上的那些这个就是搞这个各种坏事的这些罪人吧，就是这个犯人啊，就是坏人，那么这些坏人呢，按理来说是应该是指的是悖逆的对境啊，就是如果他们不是这个做悖逆，就是非是做悖逆，那么这些这个世界上的罪人的话呢，就如果是不是悖逆，不是刚才他弟子来说是国王呢，就是应该惩罚这些恶人，就这么说的。那么你这个国王呢，如果对这些众生是没有这个悖逆，就没有生悲心，没有把他们当作是一个悖逆的对境的话呢，那么再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再于犯以神，就是那么在世界上的就是很多这个愚笨的这些犯部的惩罚，就是犯部众生，那么他们呢都应该就是都不应该这个就是生悲悯啊，就是劫匪做以后，那么这些都是不就是这些都是这些都不是成长那个不什么，就是不需要报复的，就是意思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些世界上的恶孽的这个罪人都是也是个不要保护，就是用这个狠狠的可以就是判死刑啊，就是当就是造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那么世界上的这些凡夫众生的话呢，就是按理来说是应该对他们这个报复，就是应该是他们是很可怜的，但是如果这些凡人也是不需要报复的话呢，那世界上的所有的凡夫呢也不应该报复，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这里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也应该这个分析，就是在这么讲，不然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好像跟那个，如果你没有这个详细分析的话，是跟那个军规教员当中的有些名人就是稍微有点那个低度，就是没在那个相连，因为他这里呢说是那个到最后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惩罚，这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的方式呢，我认为是有两种。他意思是这样的，世界上的这个特别法的这些人也是过往的这个大悲心的对境里面呢，就是不能离开的，就是应该对他们这个生大悲心的，然后你在那个对他们呢，就是判那个事情啊，然后是端出那个他们的什么那个一些这个什么，就是看那个他们的教啊书啊，就这些是不允许的，就是应该对他们这个更大的心，但是为了就是暂时的一些利益呢，就是把他们关在监狱啊，然后是什么那个捆这个用绳子来捆着啊，或者是用这个用木棒来打着啊，就这些是按照那个合法的这个军规教员的话是可以太虚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应该不然的话呢，就是做前天不怎么分人不切也是错了吧，就是如果你按照那个自己前面这个做规定的没有这样呢，就给依法这个执行的话呢，这个恶人呢就是就越来越增多，最终呢就是把这个国家的是坏坏的，那么这两个会不会矛盾呢，就是不矛盾，就是他今天的意思呢就是国王就是没有一点悲心，就是然后把这些恶人呢就是全部统统的杀掉，就是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呢，就是肯定是不如法的，因此那个教师节他这里也已经说了，就是如果对于什么就是端名当有罪人，就是把这个端出他们的这个名啊，就然后是判死刑呢，就这种是不允许的啊，就这种是不允许的，他意思是应该这样讲的。所以他这个意思呢，就是刚才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他这个对方所是这个要惩罚这些罪人的话呢，就是要保护时间，是这种说法是不盈利的。为什么不盈利呢？作为一个过往的话呢，就是应该对每一个众生都是有大慈大悲心来这个保护。如果这些造罪业的这些人啊，就是在世界上的这些罪业的人，造罪业的这些人也是实际上年龄非常深重的，他们呢就是不知因果的句子，因此呢就是造了这个各种这个对社会不良的一些这个坏事吧，就是做了这个很多坏事，那么这些罪人呢，按理来说的话，这国王也应该是当然他的先见上面是就是依靠种种这个采取方法来就是制裁他们，就是这是合理的，但是在从他的人性当中呢，就是最好是不要离开他的这个背心的对境，就是
如果过往呢就是对他一点都不负自白，依靠这个嘴蒙你的这种这个书法吧，对蒙你的这种称法方式呢，就是杀害他们啊，或者是砍断他们的这个就是身子的话呢，那么这是不应该的。就是如果就是非是，如果他是就是不是真正的这种本命的对境的话呢，那就不应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如果他不是背面的对境的话呢，那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凡夫众生，大家都知道，凡夫众生的相续当中也是无明于智是非常严重的。一无明于智引起呢，就是实际上的凡夫众也是在轮回当中是非常可怜的。那么，如果你过往呢，就是对这些恶人的是一点慈悲心都没有的话呢，那么你对这个凡夫众生呢，怎么会是有一个慈悲心呢？就是这也是不可能这个有的。如果你对这些恶人的如果不是真正的这个包括的对境的话呢，那这些凡夫众生呢，就是也不应该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凡夫呢，也是能这个大师当中也是说了，他说是没有获得那个生果，没有获得生果，并且呢，就是到这个种种罪行的最终众生呢，就是称为是凡夫。他就是也是能是在释迦牟尼当大师当中呢，他是怎么讲的？就是说是那个没有得生果，并且呢，就是造种种罪行的最终众生呢，就称为是凡夫人。那么像这样的这种凡夫人呢，就是也不应该这个报复了，就是。也不应该报复的，但是这一点呢，就是也是不应该这个承认的，不应该承认的，所以说他这里呢，就是也承认，也承认是，我看也承认是可能没有那个吧，就是没有那个，就记得好像就是没有，他有一个记得，但是这个记得呢，就是不是很好懂的，就是然后那个任大喇叭，就任大喇叭，好像任大喇叭的真就是任大喇叭大师，他是怎么讲的？他所说那个如果这个什么造这个恶业的，就是造罪业的这些人吧，造罪业的这些人，如果不报复的话呢，那么不造罪业的这些人的根本不用报复，就是因此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因为实际上这个造罪业的这些罪人或者恶人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这个报复。就是值得报复，不然的话呢，就是不造罪业的人，本来的他自己这个行为是很如法的，就是不应该报复的，就是也是有这个比喻。那么意思就是说的，他这里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这些人报复呢，就是就像是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呢，就是有一些盗贼，就是但是他这个盗贼呢，就是他的名字还没有公开，实际上呢，就是他就是对我们这个就危害性非常大的，就是好像我们呢就不认识他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怎么说啊，就是前面这个不是说是对这个。对这个罪人和对这些众生呢没有大悲心的话呢，从表面上看呢，你的这种做法是对的，但实际上呢，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就是对每一个众生呢，按照释迦牟尼佛的真正教派的话呢，每一个众生呢，就是应该用这个大悲心来，这个保护啊，就是保护，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比喻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是如果这个对这些罪人吧，就是对这些罪人也是不能保护的话呢，他就讲了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和这个财产。身体和财产的话呢，按理来说的话，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对自己也是就没有很大的利益，就是经常受很多的痛苦。然后财产也是很多佛经文经当中说是一切犹如这个痛苦的根源。但是呢，如果你对这个世间之际恶人也是不能报复的话呢，那么这个国王你老人家，你对自己的财产和你对这个什么就是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也不应该报复的。但是这一点是你可能还不行的，就是你这个虽然知道是身体对你没有很大的这个利益，但是呢，就是你还是用这个慈悲心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和保护自己的财产。就像是你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保护自己的这个身体那样呢，对世界上的这些恶人呢，也应该从这个内心，从这个悲悯心呢，就是应该这个得到报复。前往不能用这个就是用这个粗暴的这个行为呢，就是惩罚他们，就是意思就是这样的。Sonam dayi tamse dhubhaya tamna yide jaman basi Jirgana jirano chupan Chupan tsulen dhubha dhubhasya Maha bandarangare banna asadar dhu Maha bandarangare banna asadar dhu Om Rabbazanadi